今朝嘅 ET 个股推介咧，建议大家留意中国电力2380噶。拣选原因系中国电力喺七月中咧就发出盈起，预料今年上半年盈利按年大增咧112%至到135%，去到介乎18亿至到20亿元人民币，好过市场嘅预期。主要系风电同埋光伏发电嘅发电量增长，以及系煤电板块业绩转型。受惠於內地用電需求偏緊張，煤炭價格回落，中國電力第三季盈利表現有望延續上半年的強勢，支持股價繼續反彈。天風證券就預測第三季火電燃料成本壓力將會繼續降低，發電企業業績有望進一步按季改善。根據彭博綜合預測，中國電力今年的盈利增長34%至到354,000,000元人民幣，2023年至到2025年的年複合增長率就係達到40%。2023年市盈率係9.4倍，息率4.9厘，現價嘅估值吸引。中國電力喺星期一咧逆市上升2.3%，報3.09元嘅。策略上可以喺3元水平吸納啦，上望今年嘅高位3.85元，跌穿2.85元就適宜減持。